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蛙。自从做 PV 在主播以来，虽然不敢说玩过所有版本，但一代、二代、一厅、三墙、三厅、厂房，甚至还有这种，都是月级二的。啊，すごい。刚好最后一个也提到了戴夫，今天要说的全新版本也和戴夫有关。嗯。之前戴夫冲锋拿的还是双管猎枪，换到这里武器就升级了，变成 AK 了。建筑物都只是背景贴图，现在是正儿八经可以和戴夫一起抵御僵尸。哦，这看起来像是 3D 版和戴夫冲锋的融合版本，就是今天的主角。游戏的名字也比较简单粗暴，植物大战僵尸，戴夫有枪。啊，那么再开始吐槽，在开始介绍之前呢，还是惯例介绍一下作者。这个游戏界面的布局之前也见过，就是由 B 站 UP 主火山哥哥制作。好了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游戏。看局就是一阵僵尸的笑声，不过我们身经百战的戴夫是不可能怕的，不光是因为有枪的底气。看到左下角了没？按住小键盘就能选择要种植的植物，种点向日葵，再种点豌豆射手。都不用我自己动手，这种铁壳子可以当做空投，捡到就能增加子弹上限。有僵尸开始突袭我可爱的向日葵了，这哪能忍，直接突突它。哼，哪里窜出来的小孩子？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僵尸实在是太多了。不过我发现他们好像上不了比较高的地方，哎，没子弹了，横竖都是一个死，冲呀！